场地，然后想说，这边的场地会坐满人吗？没想到真的有很多很棒很优秀的朋友可以陪我们一起度过今天这么充满感恩的一个夜晚。是的，对，而且今天其实外面还有很多在瞻望跟期待的人想要进来，可是今天真的是最优秀的，对，最棒的贵宾可以进来，是否 VIP 耶，给自己掌声的鼓励。其实呢，我们刚刚在后台呢，然后看到了刚刚一开始开场的表演，那个所有的那个跆拳道的小朋友们，然后呢，我真的觉得坐在台下你们应该会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因为呢，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可以成就这些孩子们，然后让他们可以看到更多有希望的未来。是，然后就像我们 SH 常常站在台上也觉得，歌迷写信给我们啊，告诉我们说他们做了哪一些事情，因为我们改变了他们，影响了他们什么。其实让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所以其实今天能够跟在下的在座的每一位一起共襄盛举，是我们 SH 的荣幸，然后也真的很谢谢大家为这个社会反馈跟奉献的这每一份努力，真的谢谢你们。是很有趣的事情，我觉得虽然我们出道这么多年，然后刚刚在台底下看到那个 VCR， 觉得我们是认真的女人的代表，可是我觉得今天台底下每一位贵宾都是我们三位可以学习的对象，是楷模来着，真的是，因为都是很优秀，然后不管在人生的道路上、事业上，很努力的经营，才今天可以在这边看到大家，也可以大家在这边相聚在这一块，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奇特，因为我觉得应该有一些长辈朋友们不见得认识我们，虽然我们出道14年了，应该没有人不认识我们吧？没有人吗？不好意思哦。有一些人真的没有听过我们的演唱会，然后是透过今天晚上，透过这个贵宾之夜，才可以就是有机会听到我们三个人唱歌表演。对，所以刚刚那一开始就是比较热情、比较澎湃的。对对对。然后等一下呢，还有很多的歌曲，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投入、一起感受、享受今天这夜晚，好吗？好不好？好，接下来刚那个焦哥有讲啊，我们不得不遵从啊，就哪一边尖叫大声呢，我们就去哪一边。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哦，好不好？